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牛的孩子，我们黄毛叔。周易，今天我们要开启随机挑战，我愿意称之为撒币挑战。规则非常简单，我要给阿爸爸钱，让他帮我买衣服。我今天是萌叔的时尚顾问。你就都是个彩椒，预算的钱通过摇骰子决定，不管多少钱，至少给我搭配出三套衣服。请问数字单位是多少啊？元。六块钱我给你买个抹布啊，加一点嘛。那这样，单位我们也摇，骰子是六个数字，一是元，二是十元，三是百元，四是千元，五是万元，六是十万元。宝总霸气！你要是敢抽到十万，我就砍了你。那这样，你抽单位，我抽数字，怎么样？你倒是真的蛮会挖坑的。你抽了十万啊！准备好了吗？六十万。三、二、一，快看快看！六！啊！千！我还想买一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给我买衣服呀！那你希望我摇多少？一千块钱够了，一千块钱我给你穿出十万的感觉。六千！你知道两个四是什么意思吗？发发，想我死。你需要四千块钱的预算买衣服吗？两天后。这次衣服都是从唯品会上3到5折买的，看我怎么套路萌叔。走，好，今天就是检测我们采购老师阿爸爸的时间啦。我以为我是时尚造型老师，你配吗？今天的正式价，那你先猜猜我用4000块钱买多少件衣服啊？4000件。10件，还比我想象中多哎！我以为你会花4000块钱直接去买一件什么？有，对。嗯、我们来看第一件是什么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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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把钱退给我。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。我们上过那么多次厕所，你应该知道我是个男的吧。这什么东西啊，小坎肩，我专门为你买的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您知道这是一件女士一件女装吗？我买的时候看它标题说显瘦，我觉得你就很需要。炸哪里显瘦？我觉得这件骚红色真的很适合你，是你喜欢吧？这衣服多少钱啊？399，不贵。嗯，还好，亏都不多。我留着给我妈穿，我妈可能也穿不下。看来你对我选的第一套衣服不是很满意啊。我已经把不满意写在了脸上，看到了吗？做一个后期啊，不满意。当然了，我不是说这件衣服丑的意思，它只是不适合我。对嘛，你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那你也找一下你的原因呢。好，我现在给你第二套。啊，好期待呀、啊！哎、哈哈哈，快看。哎呦，不是很满意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奶牛吗？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睡衣，果壳牌的，489啊！我睡觉不穿衣服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那你穿不穿吧？啊，我不想穿。不穿，钱也不会退给你哦。我很可爱，说实话，穿上去比看起来好。衣服的那个材质啊，滑滑凉凉的，就感觉很适合夏天。是的，还算你有良心，至少是个男装，要不然你给我买个睡衣，买了个吊带。但别着急，我还给你配了一双鞋。太急啊！我觉得你的品味飙升了。可是花了我169呢。169可以买。脚感巨好，很多博主都会说那种踩屎感，你家里即使没有狗，你也能够感受到。这个拖鞋跟我身上这一套黑白的颜色搭配非常经典，展示了我的时尚品味，还是我培养的好吧。第二套整体我觉得还算满意，就至少在家里穿个睡衣的话，如果有人来我家里突然一开门就被快递小哥看到的话，我会觉得尴尬。那你平时会穿这么尴尬的衣服吗？不穿呀。但说实话，这也不是一套什么正经衣服。别着急，我还有两套呢。你的机会不多了。你是想要简单概念风的，还是时尚潮男风的？这么多选择呀。那必须的。我想要一个能够穿出门风。这一套不能出门吗？这一套最多是举个快递吧。那就先来一套简单概念的吧。平时约会啊、上班啊都能用得上，绝对人手必备。衣服、裤子、鞋子，我给你整一套。还等什么？来吧。这一套看起来就正常多了，不会搭配，黑白会永远不会出错。谢谢你，还残存了一丝良知。这套衣服真的啊，从上到下写着我的名字。我和你待那么久，你喜欢这种，我还不知道吗？那你第一件衣服是什么意思？但是你内心喜欢。衣服是我专门给你挑 CSG 的，299。这个双面小熊的图案有点可爱，又有点帅气。衣服的版型也很不错，而且一穿就知道是纯棉的，很舒服。我给你买的是XL，一定是因为我喜欢穿 oversize 吧。
裤子呢？裤子卡宾的，799呢。你别看这个裤子简简单单的，但是脚踝处收口的设计还是很好看的，显得很干练，也不用卷裤脚，整个人一穿了一身精精神神。鞋子你不喜欢？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双鞋。我眼光不错吧，安踏的只要299呢，又好看又便宜。熊猫鞋的配色一般来说盲买都不会出错，关键是穿上去脚感也很舒服。你对我要求是舒服这么低吗？能让我舒服不容易的。我对你的要求不高，我只希望你能正常一点。最后一套估计要让你失望了。来，先看看鞋，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骚。这双斯凯奇，斯凯奇的鞋子899，有点喜欢。这双鞋还是更骚的，你看这双袜子啊，那我穿不了，这个我穿不了。大理石上面搭粉色吗？139元，八双。我搭配看看，我恳求你上衣稍微正常一点，按照你这个风格上来，我可能会像个花孔雀。你放心。还是说你没有给我配衣服？怎么可能？这样我很想。上衣是李宁的，198元啊，正常，好看。裤子呢？没有。怎么可能？裤子是太平鸟的，498元，基础款，非常百搭，好看哎。李宁的 T 简简单单的，上面就是中国这两个字，越看越潮，给国货打 call。 这个短裤就很适合夏天，明线的设计不会单调，上半身其实还比较简单，亮点都在脚上，这种五彩缤纷的设计特别亮眼。我感觉你的品味开始变优秀了，你知道全身的穿搭有一个亮点就够了。好，今天阿爸爸给我准备的四套衣服，你最喜欢哪一套呢？你最喜欢哪一套啊？除了第一套。来来来，我们先讲哪一款。可以啊，你把订单截图给我，我把钱给你。还有截图啊？我刚刚不是给你报一共4000多块钱，你直接把订单发给我就行了呀。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，差一点。差一点吗？没你会的袋子我都看到了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老实说多少钱？现在那个女装啊，339。唯品会上其实多少钱？差一点点。多少呢？70块钱。好大的胆子啊。我这那个睡衣489，唯品会上其实89块。你抹零头是从第一位开始抹的，其他平台都要118了。皮克拖鞋169，唯品会只要129，这么便宜的吗？对的，我还给自己买了一套了。想要凑好兄弟拖鞋，七开七那个 T， 其他平台要129呢，唯品会上只要88。卡宾裤子799，唯品会上只要195。鞋子呢？安踏鞋子299，唯品会上只要159。这一身绝对性价比啊！我身上这一套应该不便宜吧？那其实也挺便宜的。李宁T199，唯品会只要137。太平鸟的裤子498，唯品会上只要228。斯凯奇的鞋子899，唯品会只要359。袜子139，唯品会只要29。多少钱？28双呢？这袜子真的不买不是人了。而且这么多双，十件衣服算下来才1000多块钱，唯品会真的好划算啊！是啊，而且都是大牌品牌货。重点是买了不喜欢还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，就像我身上这件2XL的，我说实话我不需要穿，我只要穿 M 号。我认了，只要在网上面按一下就能换货，顺丰小哥就会直接上门退换货，省心又省力。你要退吗？谁说要退了？我要的是你退钱。你的钱就给我吧。那我给你转2000，剩下的钱你自己也拿着买一点儿。你对我这么好？毕竟被驱逐家门之后，以后的路要自己走。我给他们时尚攻略了。哎，可以反季节买个羽绒服。大家以后想要买衣服，就可以去逛逛唯品会，全是牌子货，每天3到5折，基本上都比别的平台便宜，可以省下好多呢。而且不仅男装、女装、护肤、化妆品、童装、饰品都有，赶快宠幸一下自己，还有你的男朋友吧，超多低价大牌，看都看不完。今天视频就是这样，爱你们呀，不。